mina baba yetu yetu liye mjina la kweli tukuzwe baba yetu yetu liye mbinguni yetu yetu amina baba yetu yetu liye mjina la kweli tukuzwe tupe leo chakula chetu tunachohitaji utusamehe utuokoe na yule muovu milele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彩虹之国南非，我现在位于云开放日活动的德阿项目现场。走进现场之前，先让我们了解一下南非可再生能源资源的情况吧。南非位于非洲大陆最南端，初步估算全国可开发风电装机容量达到了7万兆瓦，同时南非还是世界上光照最好的区域之一，全年约有300天以上的晴朗天气，每年日照长达2500小时，可再生能源资源非常丰富。目前南非风电装机容量是3443兆瓦，光伏装机容量2287兆瓦。龙源南非德阿项目是中国国有发电企业在非洲首个集投资、建设、运营为一体的风电项目，也是南非目前最大的风电厂之一。这个项目于2017年投运，总装机244.5兆瓦，共安装163台国家能源集团联合动力1.5兆瓦风机，目前已累计安全运行1850天。项目投产以来，累计发电超过38亿千瓦时，平均每年为属地供应稳定清洁电力能源约7.6亿千瓦时。能满足当地30万户居民一年的用电需求，年节约标煤21.58万吨，年减排二氧化碳61.99万吨。项目于2019年按照国际自愿减排标准，在碳减排平台 Vera 成功注册，是南非首个也是唯一一个成功注册的大型可再生能源自愿碳减排项目。截至目前，总交易减排额308.36万吨。下面呢，让我带大家一起去见见我们的新员工和新面孔吧。Hi, my name is Desham Basson. Hi, I'm Roman Van Dijk. I'm Ricardo O'Reilly. I'm Neo. Hi, I'm Lung Sani. Hi, I'm Harold Greenberg. 我叫刘磊。And I've been working for Long Yong since 2022. I'm working for Long Yong since 2021. And I've been working for Long Yong since September 2021. And I've been working for Long Yong since 2020. I've been working for Long Yong since 2020.We are 龙源 South Africa. 我还要介绍一下达斯文，他在德阿项目助学、助梦、助人教育基金的支持下完成大学学业。Did you know I was once close to losing my chance to go to university because of financial difficulties? Long Yong South Africa gave me hope. Their university students assistance program helped me and other poor students.And gave us the opportunity to continue our education. It is because of this that I always stop on my way to the R, watching the spinning windmills and thinking about being closer to the people who helped me. I also want to become someone that helps others, and this has become one of my strongest dreams. Thank you, Long Yong. This place is exactly where I dream of being. 伙伴们，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风电厂，再见见老朋友歌利亚吧。2年前的云开放我们见过面，这两年歌利亚一直保持着领头羊的地位，年利用小时均突破4000小时。在南非语言中，歌利亚意味着冠军 number one， 真可谓名副其实。现在我们来到的是龙源南非的培训中心，这个培训中心的建设是在中方员工的指导下，完全由当地员工去实现的，付出了非常大的努力。作为中南友谊桥梁的支持者、建设者、传播者，龙源电力成立了专门的社区基金，致力于为当地社区的文教、健康、医疗卫生、技能培训等做出努力。开展的助学、助梦、助人教育行动，有包括达斯文在内的112名成绩优异的贫困大学生得到了资助，捐赠专业医疗大巴车。
每年为9000名社区居民提供免费保健服务，累计捐赠400万兰特防疫物资和资金，被北开普省省长称赞为两国友好的最好见证。龙源南非还赞助养老院，运营4所儿童早教中心，翻修建设当地体育场等，用实际行动为共建幸福南非贡献中国力量。接下来我们仍将立足南非，着力发展清洁能源，融合先进技术及运营经验，多途径促进属地员工技能成长，在培养项目运维力量的同时，为南非新能源发展培养扎根型人才，共同建设我们美丽的地球家园。今天我的介绍就到这里啦，立威，快给我们介绍介绍龙源甘肃分电厂的情况吧。是世界级能源企业，始终致力于向社会提供稳定、可靠、环保、清洁的能源供应。2022年，在世界500强排名第85位，业务以中国为基，辐射南非、加拿大、澳大利亚、希腊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风电等可再生能源是国家能源集团发展的重点，风电装机容量超过52000兆瓦，世界排名第一。龙源电力是国家能源集团控股的中国最早开发风电的专业化上市公司，风电装机25700兆瓦，自2015年起一直位居风力发电上市公司世界首位。从中国第一批商业化风电开发项目，到中国首个低风速示范项目，再到开发海拔超过4700米的风电场，从带领中国风电由陆地走向海洋，到完成全球首例漂浮式风电与网箱养殖融合项目，从建成中国风电数字化运营平台，到重塑新能源生产运营的管控模式，从推动中国风电实现大规模开发与高质量发展，到带领国产装备、技术、服务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龙源电力一直在新能源领域筑梦逐梦，不断前行。南非的朋友们，这样的美景，这样的企业，你们爱了吗？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被称为风机博物馆的玉门风电厂吧。 Let's go。 大家看到的这台风机是不是和歌利亚长得很像呢？这是国家能源集团联合动力1.5兆瓦机组，和南非德阿风电厂的机型同属一种，它高65米，有23层楼那么高，叶片长度40.25米，相当于一个篮球场的长加宽，每转一天发电3.6万度，相当于10个家庭一年用电量。这个大高个啊，是我们投运的最大风机，5.6兆瓦，高105米，相当于38层楼的高度，叶片长度83.4米，大概是3个篮球场的长度，每转一天发电量13.44万度，相当于40个家庭一年的用电量。
在这里，风鸡的年龄从1岁到27岁，从国外引进到中国自主生产，容量从0.3兆瓦到5.6兆瓦，塔筒高度从32米到105米。他们见证了中国风电技术的发展变迁，叫这里风电博物馆是不是实至名归呢？看完大风车，再带大家去了解一下这里的高科技——云大雾一致技术，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通过一台电脑或手机查看任意一个角落的设备全部参数，甚至可以通过视频直接观察设备的实时运转和检修状态。云端智能 AI 会像网络打车一样，自动将故障预警通知推送到负责人员的手机上去，轻轻一点就可以在屏幕上准确预测明天会发多少度电，只要严格按照手机上的工序，就可以让一名新手具备和老师傅一样的检修手艺。而在位于北京的龙源电力监控中心，可实时全面感知中国各地以及加拿大的1.7万台风电光伏发电设备状态，实时采集的数据点超过5000万个。对于有健康问题的设备，可以快速远程诊断，实现从人找信息向信息找人的转变。设备运维由被动变为主动，有力保障电站的安全稳定运行。看了这么多，说了这么多，也有点饿了。今天我云请客，带大家吃一点甘肃特色美食，怎么样？我们走。这就是享誉中外的中华第一面——兰州牛肉面。这制作工艺可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兰州牛肉面讲究的是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汤汁清爽，萝卜白净，辣油红艳，香菜翠绿，面条黄亮。今天带大家感受了玉门的风光，也品尝了地道的特色美食，希望有机会你们能来这里亲自感受一番，让我们共同携手向未来。欢迎来中国，Welcome to China。欢迎来中国，Welcome to China。